都这样做吗？还是这样子做呢？还是不要我当那个？天哪，我闻到味道了。盘腿坐会怎么样吗？正常是这样的姿势，对不对？当我的脚关上来以后，我们的髋关节内转了，它的严重程度是翘臀的。那蹲着呢？其实是可以的，可以，因为其实会把全身的重量平均分散在双腿、髋部跟核心中间，也不会压迫到脊椎，还可以顺便练核心。那我刚那样子做是可以的吗？就是那个，因为你的脊椎不是脊，那有补救吗？那教你吗？可以躺在床上做。那我们就是把两边的膝盖弯曲，屁股翘起来，然后撑了10秒钟，然后再放下来，只是做20下，直着这只腿，然后抬起来，再大概10秒钟，换一只腿，然后再抬起来，是需要撑一下的哦。你们想要来试试吗？我常常蹲着做，原来是在练核心哦。可是盘腿坐真的很舒服哎。你都这样滑手机吗？教你一些舒缓肩颈酸痛的运动，你可以先对着镜子，因为我已经做得很习惯了。你是不是都这样滑？不然你干嘛做到这么习惯？其实我也是这样。你这样滑的状况下，这边不是直的，它所有的负重跟压力都会集中在这里跟这里，容易会造成颈椎的椎间盘突出、肌肉无力、肉麻、脚麻，甚至大小便失禁。教你一个好方法，不要让脊椎是直的，这样就可以咯。可是这样子手机会打到脸上，这样侧着你的脊椎也是直的，可以这样滑。教你一些舒缓肩颈酸痛的运动，你可以先对着镜子，平视前方，将我们的脖子转到最右边，停个5秒钟，往左边往下低头，全部都是做到活动的极限，5秒钟6个动作，这样就好了，做20次啊。哦，另外还有肌力的训练，顶在你头的一侧，然后你就跟它向对躺4个方向，5秒钟，可以增强肩颈方面的肌肉力量，比较不容易痒得到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。所谓的侧棒式是像我这样子，这才叫标准的侧棒式，而这个是错误的，这是我为了要赶快做到100下才做的，千万不要用这种不正确的。我再讲一遍，这个才是正确的，这叫做侧棒式。下巴跟胸前含大概一颗网球大小，1秒钟、2秒钟、3秒钟，这样子是标准棒式，帮助就这种。妈妈从一，妈妈从二，迅猛龙是这样子的，1 2 3 4 8 9 10，这叫侧棒式进阶版。